做看的第一题，好，一样的道理哦。我们看到十七乘上零点四之后，我们在后面要先写上等号，因为它是个横式。但是它的计算过程呢，我们可以选择用直式来做计算，啊，直式来做计算，结果我们会得到这样子的一个直式列式。直式列式之后，我们观察一下，上面没有小数点，下面有一位小数点，所以我们知道，等一下算出来的结果应该有一位的小数。好，四七二十八，写八进二，四一得四，四加二六，好，几位小数？我们刚刚数过了，上面没有，下面一位，所以只有一位小数，所以答案是6.8。好。